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教你英文。你们应该会 Who are you 吧？你们要怎么回答他呢？其实并不难，我教你们一个方法。I am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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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字都可以。OK。然后呢，你们回答正确吗？如果正确的话，你们就在那里按下一个赞给我就好了。好，下一个，请回答我这一道问题。现在是念习时。现在是练习时间。练习时间，我给你们3秒钟猜想，3、2、1。猜想完毕。Where are you? I am at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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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方都可以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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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方都可以。What are you doing?